韩飞，嗯，你穿成这样，该不会是要唤起吴景浩的记忆吧？对啊，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最起码要试一下。景浩，你可以帮我扎下头发吗？我不太方便。我来吧，我来。啊，好。啊，吴景浩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人考不了吗？这么热的天，你让一个女孩在火堆前面干活，那你来。不怪景浩，是我要来帮忙的。再说这么多人呢，他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。那我给你扇风。谢谢。他头发不会自己先扎好吗？还让吴景浩帮他忙？还那个潘毅是傻子吗？都围着他转呀。别看了，再看班长真被人抢走了。林亮亮，你歇会儿吧，我和韩飞来帮忙。好啊，谢谢。嗯哼。景浩，你也累了，我们去歇会儿吧。我这边去。你要是真累的话，就去吧。行了。不是，他还真走啊。我们女生说话，你一边去。哦。玲玲，据我看小说和漫画的经验，杨亮亮肯定对吴景浩有企图。应该不会吧？